很棒哦，我在冰淇淋耶。你不是要公主戒指吗？嗯，你也有了。你也不要啊？你要什么戒指啊？不要。你不要回家。你说不要离开，因为要必须的。不要打，不要打。可是你拔了之后，你的牙齿就不会歪歪了呀。你就不用打针啊。哎，你知道你歪了牙齿之后会难看吗？对。跟东华一起来拔牙，真的是。好，一二三，兄弟吸气啊！一二三，吸气。吸气。吸气。好。哎，好吵。吸气。手手不能来。手手不能来。一二三，吸气。吸气，吸气，再次啊！一二三七，好了。哇，你看吧，没什么感觉啊。会痛吗？不会啊。你有没有啊？好了。都来有打针呢。不会。六二。好。跟陈妈妈说谢谢。再说一次啊。你你能翻译吗，陈宝宝？他就说谢谢，应该是吧。你们戒指自己戴好，不要不见哦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好了。